好，接下来方程老师要讲的是外分点的公式。那假如说 AB 它的坐标分别是小于跟小 b 啦 ，B 点是 x， 那 P 点呢是在线段 AB 上面，不是直线 AB 上面，抱歉，在直线 AB 上面，但是没有在线段 AB 里面，也就是说它在外面 ，P 点在这边或者在这边，啊，或者在这边。那现在的比例呢 ？AP 比上 BP 呢，也是 a 比 n， 啊，也是 a 比 n。那么我们要问你说，那这 P 点叫做 x， 那这个是小 a， 这是小 b 的话，那你的 x 它的坐标是什么？好，那它是这样哦，是 m 减 n 分之 mb 减掉 na， 哎，就刚才这里都来减的。这个公式跟刚才差不多，但是这里改减的，哈、哦，这里改成减的。那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这样啊，就是说，它这个 AP 画这里画这样啊 ，AP 是这个方向，但是呢 ，PP 呢是这个方向，啊、哦，本来我们的如果那一分点的话 ，A。B、P、AP、PB， 那是同方向。那现在呢 ？AP、PB， 那是不同方向。不同方向只是 A， 这是 N， 这个 N 就把它改当作是负 N。所以你看，本来是 M 加 N， 那现在 N 改成负 N 就好了。所以一样 ，M 加，所以啊 ，M 加 N 分之 MB 加 NA， 那把 N 改成负 N， 公式就出来了。哦、那这个只是告诉你怎么记而已，实际上的证明等一下会证。我们先来看例子，就是如果这个 A 点、B 点、C 点，那 B 点在 AC 中间，那 C 是不知道的，可见 C 没有在 AB 线段里面。好、哦，那是AC,B 点在中间，所以 C 点并没有在 AB 里面，并没有在这一段 ,C 点没有在这一段，就在它的线段的外面。那这个 AC 比上 BC 是5比3，那你要求 C 点的坐标，那它就是用相减的5加负3分之5乘上，一样5乘上 B 的坐标， B 的坐标现在是20。好，那一样加上负三乘上，那 A 的就是十，好 ，A 就是十，好，所以这个分母就是2，分子呢是100减掉30就是70，答案就是35，这样你会吗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为什么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做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回到这边来，就是说你现在啊，你的 x 可能是在这边或者在这边，啊，也就是说你现在你给我的是 AP 比上 BP 是等于 M 比上 N， 那可能第一种情况呢，这 P 点是在最这边，啊，就是 B 比较大，但是这个 X 又比 B 更大，啊，就是 A 本来小于 B， 那 X 比他们更大。那这个时候呢？啊，这个时候呢？就我擦掉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？什么叫 AP？ 那因为 x 是最大嘛，那 a 到 p 的距离就 x 减 a。那什么叫 BP？ 那是 p 到 b 的距离就是大的减小 x 减 b。对吗？好，再挂一次不一样的，刚才是这样，对啊。好，所以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是 x 减 a 这段，这一段就是 x 减 b。好，它等于 m 比 n， 那一样，把它交叉相乘，内向相乘，外向相乘。好，可以得到 m b， 那 m x 减掉 m b， 就等于这个乘起来 n x 减掉 n b。那一样把这个乘移过去，移过去，然后 x 放在一起，没有 x 的放在一起。好，那么你就会得到m x 加 n x， 把 x 提出来，就等于 m b 加 n a。好，这减了一个，变加 b， 减 n a 了，这减的
呢，就会等于这个把它除过去，就是 m 减 n 分之 m b 减 n a， 哎，就跟这个一样。好，那所以第一小题，我们就第一种情况我们就证出来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？啊，这边我擦掉了。好，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，哎，你的 A B 是在这里，但是 P 也是在这边，啊 ，P A 比上 P B 是 A B 的，好，所以你的一个x是比较小，一个x小于 A， 是 B 啊，小于 B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 P A 其实是 A 减一个x，啊，就会得到是 A 减一个x，这个是 A 减。那 BP 呢 ？BP 这段是 B 减 S， 好，那等于 M 比 N 呢？造型，对吗？那这边，好，没问题的话，内向相乘一样等于外向相乘。好，所以可以把它写成这个，好，这边先写了 NA 减掉 NX 就等于这个。负的 mx， 好，我先写，先写 b 乘以 m 啊，就是 mb， 然后这个减掉 mx， 然后一样，两边都有 x， 把 x 放到一边，好，那就把它移过去，就把它移过来，那就会得到什么 ？mx 减掉 mx，mb 减掉 mb， 那这个一样可以把 x 移到外面去。所以你的 x 就会等于 m 减 n 分之 m b 减 n a。好，那你可以把这个看作加负 n， 加负 n 是一样的。这个问题